据外国媒体报道，麦当娜最近和朋友、家人一起度过了自己的第59个生日。她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与六个孩子的甜蜜合影，孩子们围绕在自己身边，一家人和气融融。照片中的麦当娜身穿紧身礼服裙，头戴米黄色礼帽，她的女儿们身着杜嘉班纳的套装，摩西头戴着花环，科罗手指向镜头，与六个孩子们的合影一点也不显老态，一家人看上去非常开心。